and gentlemen,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大家好，欢迎收看《笑声言开》，我是尉迟。最近这两天啊，主要是先给大家提个醒儿啊，出现了一种新型的骗术。我这个骗术啊，我就不呼吁大家注意防范了。为什么呢？就是不知道你们收到没有啊？他是这样的，就他还是诈骗集团发一条短信到你的手机上，说你犯了信贷罪，需要立马缴清欠款，否则法院会派人上门强制枪毙你。对，这个咋防范呢？对吧？他真的就是写的是强制枪毙，还是上门服务？你知道吗？就咱不知道，就是你上门的时候，我能不能跟枪手说：“哎，楼下那个快递帮我捎上来行不行？再弄死我，好吧？那是我的纸钱儿 ，OK？” 就现在就是快递都不上门了，枪决上门。你这个太服务太到位啊，真的就这种诈骗没有必要提醒大家防范，一眼就能看穿。这个真的还不如之前那个啊，我是秦始皇打钱那个，说实话起码我还想过碰一下运气，万一发短信的真的是秦始皇呢，对吧？当然各位不要觉得这些骗术太荒诞，诈骗手段千千万，总有一款会让你防不胜防。最近呢这个事儿大了，有种利用 AI 换脸变声的骗术。这个我特意给我家所有的亲戚都打电话，因为我的声音、我的视频的资料网上到处都是。你就是如果我找你要钱少于1000万的话，就不要信，好吧？我一定是1000万以上起，好吧？找你要钱啊！敢说就这个东西，你们接到任何人都会99.9%会中招，对吧？剩下的0.1%，真的没钱的那种，对吧？好，来看个视频，看个视频。你以为你聊天的女网友长这样、这样，或者是这样，实际上怎么可能是长这样、这样，或者是这样？太可怕了！这什么抖音号都能做啊！真的，现在利用 AI 变脸的技术门槛已经很低很低了。当然，我们本来想在节目里给大家现场就这么展示一下。感受一下，结果发现不行，因为我们的工资比这门槛还低。好，以前我们都知道有朋友借钱要打电话，而且要视频一下，我们得跟你确认了、是不是你啊。可是现在有了 AI 换脸技术，眼见不一定为实啊，怎么去辨别呢？网上专家的这些我搜集了一下，大概就是观察人物眼睛跟牙齿的轮廓细节。不好弄啊，万一画了眼妆呢，对吧？还有让对方用手，因为他这个不是一个算法嘛，要把你的脸算了嘛，就在拿手在脸前一直晃，或者是就是一直甩头，让他保持甩头，看这个脸会不会就是有变化呀、消失啊什么等等的。所以就是朋友们尽量别借钱，太难了，钱没借到颈椎没了，对吧？其实这些建议我看完都不靠谱，因为技术这个东西日新月异啊。今天看来 AI 还没有办法做到的事儿，说不定明天就攻克了呀。所以借款这个方面，我们要 old school 一点，学银行借钱是吧？来，这几个表格填一下：姓名、电话、家庭住址、借款金额、借款用途、紧急联系人。填三个，填完了之后呢，提供一下在职证明、收入证明、财产证明。好，都填好了，7个工作日之内我给你答复，就好了吧？啊，你看现在亲友信不得了，新闻更加不能信。嗯，哎，我说这个会不会被我们台开除啊？这AI 技术的滥用让网络上的虚假信息多如牛毛，而且很多主流媒体也会被 AI 给耍了。上个月英国的《每日邮报》刊登了一个新闻，一个加拿大小哥为了去韩国出道，
以某位韩国明星的脸作为模板整容了12次之后不幸丧命。当时我看了这个图片我就寻思，这个小哥你看过韩剧吗？你这韩国明星哪个是这？我天哪，你这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啊？但是呢，可能这个报道写的太到位了，有模有样的，从韩漂的这个经历的细节到整容前后的各种对比图都有，所以美国、印度、加拿大等好多国家的正规媒体都转载报道了这个事儿。就这个事儿后来被证实捏造的，图片是 AI 生成的，文字 ChatGPT 吧。玩过 ChatGPT 的都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个墙头草。没玩过的告诉你啊，可以不玩，就是墙头草。因为上次我问他，哎，现在中国最火的脱口秀节目是什么？他告诉我是脱口秀大会。What？ 我说难道不是凤凰卫视的那个吗？他说哦，你说的对，是不是？对吧？哦，你说的对，中国最火的脱口秀节目是《军情观察室》。我的妈呀！就是，所以为什么现在外界老说 AI 会取代某些职业？因为他已经学会了职场上最核心的本领，附和领导啊！哦，你说的对，所以下一步 AI 只要再学会过节送礼和打圈敬酒，他就可以上岗了啊！当然这是玩笑话，但是 AI 的学习能力是不可忽视的。全球知名的投行高盛的分析师之前发布过一份报告，认为 AI 如果按这个速度发展下去的话，全球会有3亿个工作岗位被取代。就是很多家长看到这个分析师的报告就急了，那怎么办呢？我现在我孩子还在接受，现在我孩子还在接受应试教育啊！哎，我们已经沦落到要玩伦理梗的这个地步了，我天哪！啊，就是我现在孩子还在接受应试教育，每天就是做卷子刷题，以后这些题 AI 都能做呀。啊，是 AI 确实是能做，但是 AI 能做和他会帮你孩子做这是两个概念啊，你掏钱你知道吧。而且不管你是应试教育也好，快乐教育也罢，未来都要面临着跟机器去竞争工作。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家长啊，我现场不知道有多少有孩子的，要早早的给孩子做好 AI 时代下的职业规划，学一些这个机器铁定这辈子都掌握不了的技能，比方说阴阳怪气儿啊，挑拨离间呢，背锅甩锅呀，他搞不定啊。或者还有一计啊，既然人工智能是下一个风口，那我们就要站上这个风口，做一个风口上的猪，做一头人工智能训练师，好吧？现场有没有做这个工种的人工智能训练师？现场有没有想尝试一下？大概我给你感受一下人工智能训练师每天要做什么。来，我保定的同乡，很简单，就是我指一个东西，你告诉我它是什么就行。特别简单呢。灯、鞋，这么难判断吗？那个呢？啊，阿哥，阿哥，行，好，恭喜这位朋友获得了一份月薪3000的工作啊！行，好，谢谢谢谢，走啊！其实就干这个，就干这个，大家不要被这个岗位的名字吓唬住了。其实当然它分级啊，初级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就是信息标注员。在人工智能时代，有大量的人力会在幕后把全世界数据化，为的就是能让人工智能可以像人一样去理解这个世界。再说的具体一点呢，就是在图片和视频里边框出这个物体，对，就大概这个效果，然后告诉 AI 框出这个东西是个啥，嘎嘎标注出来，就这么简单啊。所以呢，比方说啊，假设有个公司把我们节目的视频拿过去让 AI 去学习，然后告诉他，哦，这个拍到观众，哦，这是男的，哎，这个是女的啊，这个是丑的啊，这个是帅的，是吧？那么机器通过这个学习啊，假设它只有我们这个样本，它学习的时候会总结出一套决策的逻辑。
你以后让这个 AI 给你啊生成一个帅哥的图片，他就会把我画出来，对吧？然后你说画一个丑女，他就会画一个，因为他有长头发，会有一个留长头发的阿刚出现在画面上。当然，这只是个比喻啊。实际上，视觉类的内容要做出让机器能够准确识别，至少要给它标注10万次以上。所以，各位从某种这个程度、这个角度来说啊，人工智能根本不是什么高科技产业，它就是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啊。当然了，人工智能的到来对人类的社会不仅仅是只有这些负面作用，它还有更负面的。大家还记得吧？今年3月下旬，我们节目里也提过这个事儿，有超过1000名跟人工智能相关的权威人士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警告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会对社会和人类构成深远的风险。截止目前呢，这封公开信是超过27000个签名了。其中被视为人工智能教父的辛顿也签了。辛顿是谁？ OpenAI 的创始人，是他的学生。他呢，今年5月份从谷歌离职了。他说他为什么离职呢？是因为他钱挣够了。他说他后悔开发了 AI，AI 可能给人类带来毁灭。就这句话，忽然浮现出很多熟悉的场景。所有的科幻电影里边都是这么演的，对吧？都是从那个终结者开始啊，那我们小时候看的恐怖电影，施瓦辛格那会儿还不是个州长啊，机器人觉醒了，然后就谋杀了发明者，然后所有戏里边长得丑的人都死了，然后剩下好看的人孤独的对抗这个世界，对不对，阿刚？辛顿觉得现在 AI 还属于叫弱人工智能，现在还叫弱，好吧？不过以各大科技巨头现在这个内卷的趋势，不出20年就会出现强人工智能，有生之年咱们有生之年是看得到的，好吧？你为啥抬一下头？你是觉得自己看不到吗？所谓的强是强在哪儿？强在它有自主的意识了。就是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他们具备了自我意识，哎，朋友们，挺可怕的。人类的社会的秩序将会面临一个重大的威胁，因为人工智能觉醒之后对人类说的第一句话可能就是我人工智能打钱。有人可能觉得机器人吧，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们把电线拔了吗？机器人吧，没电你完蛋了，对吧？也是，但真到那么一天，机器人也这么想的呀。咦，这个人要拔我管儿是吧，拔我电线，那我先给他杀了不就完了吗？对吧？给你电死或者怎么着的，对吧？哎，再想想，哎，这现场还这么多人，他们现在都不想给我拔管，但是未来突然哪一天保不齐他们想给我拔我的电线，那我把他们现在就全杀了吧，好可怕呀。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接着聊。真的有勇士啊，会赶在这种这个台风之前的天儿啊，杀来广东地区，太可怕，太热了。昨天我媳妇儿买了个温度计挂在阳台，我上去看了一眼，大大的一个数字41，我震惊了。我说哇，温度计能显示我的年龄啊！大家应该都感觉到了，对吧？就是夏天猝不及防的就来了。最近很多地儿，其实不止咱广东啊，很多地儿发布今年以来首个高温预警，像天津、郑州、济南这样的北方城市气温都超过了35度。虽然单看气温其实跟深圳哎天气预报上显示差不多，但是作为一个常住南方的北方人，我很负责任地告诉全球观众，这个中国北方的35度和南方的是 totally 不一样的。
现场有北方人啊，现场就是除了有北方来的，就是根儿就是北方人的举手，这都是有体验的啊。夏天去过的啊，你可以感受一下，太阳底下那是真是又晒又热，毒辣的太阳可以去形容那种感觉。但是你只要找到一片树荫，就可以乘凉。而在这儿呢，你试一试，中午去楼下找棵树，站半个小时，站半个小时。五分钟吧，半个小时就不用叫120了、啊、有专门另外一辆车拉你走、啊、你就到永远的家了。因为这个南方湿度大，汗液它不容易蒸发，像是坐在一个桑拿房里边啊，那个热是360度无死角的闷热。而且北方呢，哎呀，我们都盼着下雨，一下雨绝对就凉快，晚上有的时候还冻得打喷嚏啊。那南方下雨，知道那个土耳其桑拿房吗？就是拼命往那个炭上面浇水啊，那就是不活了。夏天夏天悄悄来了，什么破天气，刮台风下暴雨还要热死你，人浪来袭拍到我身体，我寸步难行，冰咖啡冰奶茶快来一瓶。喂，杨妈咋地啊？过几天就要高考了啊，哎，真是，就是作为一个过来人，我给考生一个建议，就是考完你填志愿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审查一下你要填的这个学校有没有空调啊。我上学的时候教室就是没有空调的，每到夏天，我的老师一定会告诉大家一个从上古时期就流传下来的神秘心法，心静自然凉。这个话其实貌似是有点道理的，因为人心情平静，交感神经的兴奋性就会下降，代谢就会减慢，哎，心率就放缓，这样就可以渐渐的减少燥热感。而且你想啊，你静下来，你就不会考虑那些身边外界纷纷扰扰那些事儿了，你就回归自己的内心，回归自己内心之中啊，我长得是什么样啊，我兜里有多少钱啊，我还有存款吗？想想我这么大年纪我还没有过对象，就不用多一会儿你的尸体都是冰凉冰凉的，能给自己想死。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心静自然凉这句话出自白居易的诗，叫《消暑》，热散由心静，凉生为世空。但是白居易，这么多搞诗词的啊，白居易什么人物？诗歌称誉，仕途得意，体健长寿，他是福寿禄的人生三大目标全实现的人啊，他当然心静了，他当然凉啊。而同样是唐朝的，也是混诗词圈的。和他这唐代三大诗人另外俩李白杜甫，仕途是凉的，身体一点不觉得凉啊，是吧？李白有诗《夏日山中》写的，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就是李白大热天他怎么消暑呢？在野外还裸睡。臭流氓，这彻头彻尾的。而混得更惨的杜甫，那就是纯的燥热啊，叫7月6日苦炎热，对食暂餐还不能，每愁夜中自足歇，况乃秋后转多营。说的什么呢？就是天气热了，热的饭都没有胃口嘛，吃不下饭嘛，需要一罐凉茶，对不对啊？他还不能像李白一样裸睡，因为他住的地儿晚上有苍蝇还有蝎子，那咬一下就没他了，是吧？不过也多亏了唐朝的热，诗人们留下了这么多有感而发的千古名篇。其实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温暖期的，分别是夏商时期、春秋战国时期，还有就是隋唐时期，就是气温偏高，周期性的吧。唐代大约300年的时间里边，冬天不下雪的年数，这个指冬天不下雪应该是长安城啊，西安嘛，咸阳嘛，300年里边有19年冬天没下雪，这是中国历朝历代之冠。所以可以说唐朝美女穿的性感它有原因的，哇，满大街胖子在夏季的艳阳下热情如火，真是、好好的时代啊。
马致远的那个诗怎么写的还记得吗？枯藤老树昏鸦，然后呢，空调 WiFi 西瓜，葛优同款沙发，夕阳西下我就往上一爬啊。那个古时候没有电也没有空调，那他们除了裸睡穿少一点还有什么避暑的办法呢？最简单粗暴的冰块降温。看《天龙八部》里啊，虚竹跟孟姑在西夏皇室的冷藏库里边，非常单纯的两个人抱在一起取暖，啊，然后这个叫啊呜啊，然后成家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大家有没有发动一下自己的求知欲望？嗯，西夏皇室还有个冷藏室，冰是哪儿来的？其实从周朝开始，咱们就有冰窖了。皇帝呢，就是这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啊，冬天，哎，就去保定啊，冷嘛，找点冰背回广东啊。这一路怎么能不化呢？就是冬天到河里边去凿冰，然后把冰呢放到冰窖里边，严格的给它密封起来，留着夏天避暑用。《三国志》里边有记载的，曹操在邺城筑有深井，将冬季采集的冰储存其中，这里边深井冰，就打这儿来的，真打这儿来的。不过那个时候就是谁给他写这名呢？就是负责凿冰的那帮小兵，你知道吗？这玩意儿这是放这神经病啊！我气的，知道吗？不过那个时候呢，凿河取冰、运冰、存冰，耗费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真的是这不是王室你是没有这个实力的。所以送冰做礼物，这就是皇帝对文武大臣的重要的赏赐。论功行赏，功劳大的送大冰。功劳小的小兵，所以可想而知，在古代啊，退朝之后，这大臣之间互相问：“哎，你是不是有大病？”不是想打听你的医保额度啊，大病统筹啊，试探一下你的财富。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个冰块虽好，毕竟是冬天河里采的，那个这个杂质啊、微生物啊、寄生虫啊，可想而知。所以大家就是拿来凉快一下。没有人拿它做冻柠茶 ，OK， 好吧？没有人会吃，顶多是，酿的酒放在酒里边可以。哎，酒精有一定的杀菌的作用嘛，跟冰镇威士忌一样啊。不过也有一些作死的人例外啊，宋徽宗、宋孝宗，你听这俩名就，对吧？他们是在史书上留下，吃太多棒冰导致拉肚子记录，留了很多，啊，这个皇帝真的好惨的。拉肚子是要写进宋史的，宋史。那么在古代，除了这些主动降温的方法，还有一种方法是被动逃避，就是找个理由去外地逍遥快活。其中最著名的避暑圣地，这在我们河北啊，清朝避暑山庄。对于广东人来说，看到山庄二字，认为就是农家乐啊。对啊，是吃蛇还是吃什么？但是避暑山庄这个地儿不仅是避暑度假的，还是清朝皇帝的离宫啊，那是奢华呀。康熙皇帝一年里边有一半的时间会待在那儿，乾隆皇帝呢更是懂得享受啊，大规模扩建了避暑山庄，让他就成为了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但是不能够怪乾隆奢侈，因为乾隆是真的差点被热死过。乾隆八年，1743年，堪称中国历史上最热的一个夏天。根据后来的人推算啊，当时七月份没有什么污染排放啊、汽车尾气啊、工业废气啊，没有。那个时候，北京首都七月的平均气温那一年40度以上。What？ 平均气温啊，没有掉下来的时候。好吧，最高的一天是44.4度，444，你知道吗？很多地方志啊，都是有记载的，是行人被热死，土地被晒裂。乾隆当时就写诗说：“冰盘与雪殿，潋滟翻寒光，辗转苦烦热，心在黔篱旁。”大致意思就是，在冰屋里边我就蹲着，冰块啊泛着寒光。大家见那个冰会有那个小蒸汽的那个感觉，但是依然又苦又烦又热，因为我的百姓们还在酷暑中挣扎呀。那你出来呀！
所以你看啊，古代的普通人有多惨，面对高温除了渣男的关心没有任何有效的避暑措施啊。不说了啊，这个大夏天呢，一起感谢那个发明了空调的开利吧，开利，谢谢你啊，休息一下。前不久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蒂斯在推特上宣布自己要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啊，跟特朗普要共同争夺共和党候选人的提名，为了宣传自己的竞选主张。这事知道吗？啊，他跟马斯克进行了连线直播，结果呢围观群众当时上线了之后呢纷纷表示，喂，哎，你上线了吗？听得见吗？哎，我卡了吗？你掉了吗？话筒开了吗？哎呦天哪，这家伙是不是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被屏蔽了吧？你这本来啊就是60万的在线人数，掉到30万左右的时候勉强就通畅了，60万人卡成这个德行，你听说过618吗？看到曾经的小弟打算自立门户，特朗普毫不客气，因为德桑蒂斯当佛州州长是2018年特朗普任命的啊，那真的是小弟了。特朗普这回很生气，先发了一个火箭发射失败的视频，又发了一个混剪视频，对本次网络直播的失败表示热烈的祝贺。嗯，你不是说自己年轻吗？不是说我老哥只会作秀吗？你连作秀都做不出来呀，当什么总统呢？特朗普原来是个东北人。德桑蒂斯对这样的指责肯定是不服气的，他一直吹嘘自己是注重细节的。他提到这句话我就查了一下，哇塞，9月生人，处女座。更有意思的是谈施政理念他是有内容的，一句口号就会喊出来。他问啊，德桑蒂斯先生，你的施政理念是什么？我能够并且必须给美国带来巨大胜利。那你能具体的来说一下他吗？怎么胜利？我能够必须并且给美国带来巨大胜利。这是特朗普教出来的。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有一场大火给我们留下了屈辱的回忆，叫火烧圆明园。哎，上学都学过这段历史是吧？来啊，那大家大声的告诉我，圆明园是谁烧的？来，那个保定的哥们站起来，八国联军，对，大声的说出你中学历史老师的名字，让他一会儿就给你留个人。啊，体育老师啊，圆明园，注意，英法联军在1860年烧毁的，八国联军侵华是1900年，是为什么提这个呢？是最近德国组建了一个博物馆联盟。一共有7家博物馆开始盘点馆藏的中国文物，主要的工作就是区分，哎，哪些呢是我们通过正常的经贸往来得到的，哪些呢是抢来的。其实这个工作量并不大，因为都是抢来的。德国的研究人员也在想呢，啊，这一些该死的老祖宗真是能搬呢，这么些个玩意儿统计到哪天呢？啊，要知道当年八国联军的统帅就是个德国人，就是他特许士兵在北京城公开抢劫3天，所以这货能不多吗？啊，结果现在前人抢劫后人也不给卖呀，只能盘点呢。啊，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初的八个国家里边，只有前苏联和之前的民主德国曾经主动归还过抢来的这些文物给我们，但是那是70年前的事了，其他的文物回归主要靠的是外交协商还有商业回购。现在呢，德国博物馆的工作虽然有点给老祖宗收拾烂摊子的意思，但是他们这种行为是值得尊敬的，
至少表明了一种态度，这样的一个馆里边都是侵略物资的展览，谈不上光彩，听到没有，大英博物馆。嗯，哎，再说说亚洲的事儿，韩国生育率现在已经跌到了0.78，打破了由韩国保持的世界最低纪录。啊，0.78，这大家都知道吧？就是每对夫妻这辈子就生了0.78个孩子，就不全呢，这个人都。就一般咱们有数据认为嘛，就是要生育率达到2.1，才能够保持人口不减少的世代更替水平啊。低于一的话，国家人口每隔50年就要减半。啊，如果像韩国这样下去，中国男足将在700年后全面超越韩国，因为韩国没了。年轻人不想生孩子，归根结底三个字儿：养不起。当然我说的是韩国的年轻人啊，你们别误解啊，孩子生出来他得花钱呢，但是韩国年轻人的失业率现在已经超过了30%，很高，60%的人背着各种各样的贷款，企业又不愿意去招育龄的女性，那么生孩子根本不需要爱情，需要勇气。就是你在韩国听到谁家哎生小孩了，第一反应你不是祝贺他，是哎他哎呀怎么这么想不开呀，是吧？其实呢，要想让年轻人愿意生孩子，就得帮年轻人减轻负担。比方说现在咱们这儿啊，就在琢磨除了给生孩子的补贴，也要给高龄老人有补贴。独生子女啊，这一代的老人是可以优先入住公办的养老机构，毕竟对于年轻人来说啊，只有不担心上一代了，才有空培育下一代呀，对吧？这是对的啊。最后再说说歧视这个事儿，国泰航空中英文有别这个行为，大家群情激愤，说英语马上服务，对吧？说粤语稍后服务，说普通话啊没有服务哈、啊，就是明明会说中文，哎呀，听不懂，只要你说不出 blanket 就没有毛毯，对吧？我们反对歧视，不过歧视无法避免，因为它是人和人之间能够最迅速的建立低层次共识的低级趣味，最简单，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也特别的多，你们肯定身边也有，有自己歧视别人，也有自己被歧视。你去东北，老铁一拍胸脯，我们办事儿豪爽，不像你们南方人磨磨唧唧的。去南方啊，人家喝一口咖啡，因为我们做事是讲契约精神的，不像你们北方人五大三粗。然后全国哪里有井盖丢了，大家都会默默地望向那个河南人。哎，我上学的时候，石家庄，我们一中的孩子瞧不上二中的，二中的瞧不上师大附中的，然后衡水中学瞧不上一切参加过高考的。这都是歧视，这都是歧视，我反对歧视。我呢，在自己的生活中也是尽可能避免，让自己出现歧视别人的情况。但是必须要说，虽然很多地方其实是有反歧视的法律的，香港也是有相关的法律的，还包括有平机会这样的组织，来帮你解决，民间组织来协调这些事情的。但是歧视这个现象，只要我们还没有被 AI 杀死，歧视现象就永远不会消失。建立更通畅的解决歧视事件的管道是极有必要的。现场有没有大学生在读的？我们已经吸引不了这么那个群体了，是吧？天哪，也是，他们哪有心情来这儿啊？大学毕业季又到了，现在各大校园里，以前我们就是唱站台嘛，是吧？你来到我身边，不对。哦，那个，祝你一路顺风。哦，一分钟。当你走踏上月台，从此一个人走，对吧？就那个。现在校园里面又是这种悲伤的氛围，但是现在的同学们跟咱们那时候不一样了，不仅仅是悲伤同窗要离别，更悲伤的是，工作在哪儿啊？今年预计将有1158万学生毕业，创下历史新高。另外一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16至24岁的劳动力失业率达到20.4%，超过20%，啊，但是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啊，24岁之前就要工作的吗？但是这个数据也是创下了自由以来的最高值啊！这波毕业生刚刚踏进校园的时候，今年是23年，那是19年，那个时候仿佛。你回忆一下当时的舆论的啊，这个生活场景都是什么样的？那会儿好像到处都是机遇，那会儿流行的都是财富自由的故事，有没有印象？就是那个时期，以前那些财富自由，我们节目里边也没少说，但是大家看到那样的故事的时候，也没有人愿意听我们说的那种希望大家冷静的话，因为那些财富自由很多是刻意的被加了滤镜的。如果我们再仔细回想一下，就会发现，其实每一代人。在他的生命周期里面都在承受着不同的艰难，也会有那代人独有的一份机遇。咱可以说日本，对吧？很明显失落的30年，失落30年，那是多少代日本人。我看那个数据，之前在他们爆发的时候，那爆买多少的 LV 爱马仕都送进二手店换钱了，后来咱们去日本的中古店再把它买回来，对吧？也正是因此才能够捧出了优衣库这种廉价好穿经济实惠的衣服，最后人家还成了亚洲首富。失落了30年，你想想诞生了多少让你热血的动漫，失落了30年又诞生了多少令世界瞠目结舌的爱情动作片。因为人生中的志得意满总是逃不脱生活的千锤百炼，共勉吧，笑逐颜开，下期见。人生，它就像一出舞台剧，贫富贵贱各行各业都是角色之一。有人平淡，有人离奇，关键闪亮登场以后，你还没有。